到咗 Monaco 啦，睇下靓唔靓？呢度有个城堡。头先咧，啱啱 baby 咧已经揸咗车去 F1 嘅赛道，感受一下方程式嘅赛道系点样？系超级正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去咗一度，经过咗一条隧道仔，有好多游艇啊，好有钱嘅呢度啲人。我开头以为 Monaco 咧系嗰个摩洛哥，我以为是非洲嗰、那个。你以为去骑呢个骆驼？系啊，我仲问 baby， 咦，我哋系咪去沙漠啊？点知原来是 Monaco， 法文咧叫做咩咧 ？Principate de Monaco， 即系一个唔知系咪一个小国家嚟嘅，但系又唔使出境喎。應該都是法國的範圍之內的，不過我們呢第一次來到這個南法就去這個 Monaco。 不知道有沒有皇宮的呢？這裡呢剛才經過已經見到很多那些叫什麼 Casino， 這裡呢很多賭場的，那些人只可以玩回兩手賭，而且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賭場竟然，但這裡的地区其实很小，只有2平方公里，香港有1000平方公里，但香港已经够小了，这里只有30000多人，可能我们的屋苑已经多人过这里了。很多高楼大厦咯，这里多高楼大厦过尼斯那里。冇介紹錯啊！一陣再揸車兜一次嗰個 F1 賽道行多次先。